我直接抓起来，你再打我，抓死他！这个我也在家里，抓很长。哎，麻将我就在家里，反正啥也不会。小七爪小七爪。那个那个奖品，我直接拿抓起来，你再打我，替我烤一下，我就吃了。我肉身我直接吃，那不是？反正把它外表搞得黄一点就吃了。